二三，哇、哦，好多玩具啊，好多盒子可以拆。也是一套衣服哦，蓝色配黑色，很酷哦。29，哇，哎，这是一个小包包，哇，太可爱了。30，哦，30在这。啊，我是鱼儿，我来，来吧，哇。一起来揭晓答案吧，是一个有蓝色头发的双马尾女孩。31，哎，这就是藏在下面。对，看一下是什么。哦，哎，这个是蓝色的一个更小的 baby。哎，现在轮到32号了。嘿，哎，这双好看，哎，这双是红色的，大家可以看它，而且是非对称的。下一个33，哦，33在这儿。这里是抽屉，打开来。这也是个葫芦头小猫还是小狗啊？对，葫芦头的小猫咪吗？那它的主人就是葫芦头喽。35号在这儿，看喽，这是什么呢？又是这个衣服，哎，这个衣服出镜率太高了，这种花纹。好，来看下一个，好像是水壶，哎，哇，又是小水壶。再37，看一下是什么？哇，这个鞋子好可爱。蓝色的小毛球凉鞋，换38，哦，这个38，我又很担心里面是空的。这个里面有东西，哇，这个是上面就写着我的名字，这是我的小墨镜吗？我喜欢这个墨镜。39是这个，好，看一下，这个是，这双是黑色的了吗？哎，对，它这个有点像那个帆布鞋的配色。嗯，嘿，小抽屉打开，嘿。哎，这个是小兔子还是小狐狸啊？这好可爱啊。下一个41号呀。看一下是什么，这是一个红色的钥匙，心形钥匙。大家刚才拆到的有一个蓝色的，哦，哇，下一个呀。哎，又是一个裤子，哎，这个是配那个红色背心，43。哦，哦，是小女孩耶。哦，现在是44号，对不对？啊，又是一个小短裤，哎。哦，45，哦，这里有一个45。哦，也是一张卡片，感觉像个杂志，哎，好像就是小杂志。对，下一个46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耳钉！哇，这个耳钉太好看了！哇，那我们来看一下48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哒啦，这个长得很像萌萌的一个小娃娃，对不对？它发型跟你很像。哦，你的是内卷，然后它是外卷而已，超可爱的。好，来看一下49呢？好，49，这个。哦，对，好。哎，是耳钉啊，月儿！哇，蝴蝶结珍珠耳钉，哇，好富贵。下一个，今天的重量级嘉宾，哇塞，它这个打开里面还是这么高级的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是有一个钥匙孔的，所以我们要把两枚钥匙拼接在一起哦，摁在一起，好，然后插进去。套衣服，我先打开了。哇，是一个套装哦。那我们先来拆51号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吧。哦，红色的箱子，那我来打开喽。嘿，哎，打开了。哦，你们看，这个女生她是蓝色长头发的女生呢，而且她的头发有蓝色渐变。哦，对，黑色跟蓝色渐变的样子。哦，真的是个运动女孩啊！爸爸，现在终于开箱完毕了，现在是不是要开始换装了？哦，那我们赶紧换装吧。爸爸，现在呢，
刚叶儿跟萌萌都已经把我们的这些娃娃装饰好了，怎么样，是不是超级的豪华？叶儿，我最喜欢的娃娃是这一个，你呢？我最喜欢的是这个，因为它造型真的很特别耶，简单又大方。我喜欢它是因为它也跟我一样是短发的。那你们最喜欢哪个娃娃呢？一定要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哟，还要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那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，拜拜。